这是什么头啊？拳头大，拳头大，大。啊，其他的，啊，这些人。这红干的。怎么称呼哎？怎么称？阿红啊。那我现在没有装备吗？这边有租借的吗？有，我们都有租借。啊，你们租借的费用怎么算？全部1000块，含钓竿、电卷。基本上我们去钓黄鳍尾都是用阿兵哥钓的。啊，像我刚刚看到公角跟铁板是怎样的搭配？基本上我们的公角就是对，装在长边。然后像我们去高雄钓黄鳍尾的话，大一号的话，对，大概是一旬半左右，大概都用12号。12号，对。铁板的重量呢？水深大概几米？500克上下。水深？对，水深1000多，1000米左右，700到1000。这么深哦？钓的深度大概会是在100上下。100上下啊？那母线的部分呢？母线大概用？母线大概都建议用6号 PE 线。你跟你妹去钓的话。你有什么资讯吗？名片，名片。OK， 可以加那赖啊。好。啊，然后像租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都没有，救生衣啊，然后钓组那些没有，这边都是可以租借的。全部都有好租。那都可以租借，都很方便啊。哦，就像我现在也是新手，没有玩过黄鳍尾。啊，如果有兴趣的，可以来这个店里。这个店里在虎口哪里？红海钓具。红海钓具，这个红海。好。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老板介绍的那个记忆天平哦，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在这边买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目前我第一次看到，哦，还蛮多的哈，再自己来看，啊，这里就蛮多的铁板，这些都可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哈，坐游览车了，哦，看一下现在人很多啊。线，然后再配那个，这是前导线。然后再加一个你们刚讲的那个什么环，这个实心环，实心环再配一个挂钩的快别，然后再加记忆天平，再加铁板，500克的铁板，450的铁板，这张片整一整组的，然后再纸线，大概一旬半那边，好 ，OK。然后等一下要准备上法，等一下航行的时间还有2个钟。然后我就已经睡了哈，期待里面的烤肉们吃光。Gotta make it right, little like I never again refused. I'm on the road.
看老外。挂着就好了，对，然后看到这样子插着，扬起来，抓线，抓线，那这个要留吗？可以啊，那个这个就可以了，好。嗯，把它放进去啊。好，好，再。对，那往上走。对对对。然后放线是这个吧？啊。对，先压着线。先压着线。然后甩出去。怎么松掉了？松掉又可能被接走啊！被接走了，被接走，真的中了。中了。上来就你的了，应该跑不掉了。两次我都要冲。卷不动了，厉害，厉害，来，咻！再放一点刹车。他打到水球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三十。还在出现。
我快熄车了。哦，一直下。K O。在帮你吗？啊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不是这样子跳。这个应该是你的记录一样。我肚子好痛啊。鱼啦哦，哦，好累啊，很大，你的筋，好累，哇，现在换我们的阿红接棒了，我这样没办法了，我的太太在鱼玩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跳过这种鱼。他出到九十几了，快一百。出拳出到九十几，从三十几出到九十几，三十多中了嘛？对，三十多名中了。我第一次下去中到，我还是勾到人家没有啊，很大，后来拉了线断掉。我第一次玩的，第一次钓这个，没有玩过啊。第一次就钓那么大的？我新手运，新手运，我、哦、但是禁不住，我就换人了。啊，这是被欺负了是吧？对，我禁不住了啊、哦。被欺负了是吧？这个记忆天平可以哦。可以。嗯。我觉得慢慢耗还是会起的。代表说我们阿红的钓组真的是容易吸引大鱼来吃的，这是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那钓组太强了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每个都加持过了。对，等一下全船每一个人中像这样。可以，每个人可以享受一下蔡老板表演。对。然后要起来跟。记录是几斤？二十多，也不用这么久。二十多，五分钟就上来了，摇得起来了。二十多是多大？这样。这样。二十多这样。是啊。黑尾鱼。这一尾如果是黑尾鱼，我们发了。可以开始啊！几次了？三个、哦，请大家好好。先等他投我就还你了。对，先看到你就还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再等一下，还在中间。要不被打破了，不好意思，第二杆就这样。我今天在叫那大陆用飞过来了，台湾的没有用飞，不好意思。
了，他来回95-96趟起跳，好几次了。很久没提下去，夜检过了。电检回去要换过来。电检要升级了。好，我20多了。好，我6出去。他听得到你的心声了。走起，真男人！这也太可怕了吧！等一下，那个辛苦你了。我这一只我可能倒了，我刚就差点被他拉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捅他？这是有齿痕的，这好像齿痕呢。去磨到其他东西，运气很好啊！在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先离开那个浮球，如果在浮球那边早就已经拜拜，早就拜拜了。没有，他很不想跟我们回去哦。原来还是上来的。对啊，跟上上下下4-5次。他90米出了3-4次以上。对啊。谢啦，谢谢。多加一条都还没钓到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我看着都不太想下了。刚刚下山中分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我们小猪中鱼哦。这种size还是正常的吧？啊，这是肉饵啊，这是肉饵，我们要来钓钓鬼头刀。这个会吃哦？要切成肉条。哦、啊。这是小只。小只不香吗？不要只想要钓大只的。我们就是想梦想像你那个一干就好了。对呀对呀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可以出啊，可以可以啊 ，OK 的，啊，要不要唱一下？反应死呀！大哦，大
手还要再冰吗？要，随便打一点冰吧。目前这艘船，我有看到拉鲁跟领航鱼，还有鬼头刀。我想要看看鬼头刀，这是有拍摄的。这边都会钓斑马，对啊，斑马开咬了，都会吃几米？40.8才会咬，过了还是太浅都不够。什么40.8？40米，然后后面点8。啊，几只了？哎，这只好漂亮哦，超大只的。斑马好吃吗？还不错，是啊。你用什么钓组钓到的？用八竿钓组，还有一组你要用吗？哦，好啊。1000而已。啊，千要多大？1斤。斑马钓这么多哦，40只，好多斑马啊，领航鱼啊，有，嘿嘿，啊，哦，够完蛋了，吃面呢，面煮好了，哦，钓完就是要吃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哎呦，终于中我要的鱼了，斑马。哦，开心啊！你说要钓探的就中了。对。今天很奇怪，说什么讲不钓，什么不钓到。那我直接上了。好。谢了谢了。那、啊、你们看领金钓，你创啥？我钓探啊。啊。我是。哦，钓红啊！他钓红吗？后面我就不钓了，装不下去了。好了，回航了，回航了，钓完了，满载而归啊！好，终于钓完上岸了哦。哦，经过这一次的钓友还蛮累的，但是很好玩的、啊。没问题。开奖开奖！我干你，你还那么重？这一次40超过了。20几公斤。我才45以上啊。我也要做 YouTuber 才钓得到那么大。不要这样讲，我长大也要做 YouTuber。我长大也要这样子。哦，没有，20多，20公斤吧，23公斤，21.53克，公斤，这1.6，这1.6，这1.6，这中间差不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后面。Thank you.